如果你喜欢阿俊嘎的歌声，那么你一定不会忽略他为虚拟动画世界所献唱的那些歌。今天就为你介绍其中的四首。第一首《破阵》，《破阵》是阿俊嘎为三维动画片《少年歌行风花雪月》篇演唱的片尾主题曲，于2021年8月上线。《少年歌行》是武侠题材的动画系列片，讲述了一群少年鲜衣怒马闯荡江湖的故事。不惧失败，不枉少年。动画片主人公来到雪月城后，在英雄宴上展开了一场皇子间惊心动魄的争斗。你听，阿云嘎用虚实结合的唱法，把动画世界中的场景演绎的是惟妙惟肖。风雨瞬间变化，隐藏背后一场厮杀，一骑绝尘踏碎风沙，一步一步剑指天下，斗志在心中燃起火花。第二首《入局》，《入局》是阿俊嘎为三维动画片《盗墓笔记：秦岭神树》所演唱的概念主题曲，发行于2021年的5月30日。动画片主人公来到秦岭山腹地，见到了巨大的鲑鱼、壮丽的地下河瀑布、不可思议的上古神树等等。走过生死一瞬，内心如何转折？脚下的泥泞足迹，一步步渐入了局。冥冥之中几番波折，奠定肩负的职责，铜铃阵阵摄人心魄，逐渐看清血脉之中不可磨灭的部分。当节奏变得陌生，脱离轨道和剧本，扑朔的都一团乱阵，黑暗中谁在不断窥探着，一路走了太过天真，执着把真相缝合，这美同于藏着乾坤，不敢做个局外的人，这不怕就此受困，走过生死一瞬，内心如何转折，脚下的泥泞足迹，一步步进入了局。冥冥之中几番波折，
天宁肩负的职责，统领战争，摄人心魂，铸进感情血脉之中不可磨灭的部分。走过生死一瞬，内心如何转折，脚下的泥泞足迹，一步步是谁的期许、哦、转动命运齿轮，前路逐渐无声，通往终极的门，我重塑我的灵魂。第三首《执着的梦》。《执着的梦》是阿俊嘎为动画片《领风者》所演唱的主题曲。《领风者》是描绘青年马克思的传记动画片。马克思是顶天立地的伟人，他构建的思想体系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格局。他与燕妮的爱情，与恩格斯的友谊都成为传世佳话。阿俊嘎的演唱高亢、饱满、坚定，成功展现了领风者的风采。这是一个忠诚的信仰，昂首向前，期待远方，哪怕再大的风，再高的浪，从不会迷茫，从不会彷徨。世界的明天充满阳光，我领着风，坚定信念，感受光芒。这是一个执着的梦想，不日铿锵，来日方长。这是一个忠诚的信仰，昂首向前，期待远方。为了真理，为幸福奋斗，哪怕再大的风，再高的浪，从不会迷茫，从不彷徨。世界的明天第四首《箜篌令》。《箜篌令》是阿俊嘎为动画片《星辰变三：星辰耀海》所演唱的片尾曲，发行于2021年的9月5日。动画片讲述了向往修真世界的平凡少年秦羽，为了保护亲人和追求修炼极致、突破自我，最终修成正果的成长故事。《箜篌令》中的箜篌是一种中国古代传统的弹弦乐器，外形有点像现在的竖琴，从14世纪后慢慢失传了。代表作品是《春江花月夜》。
时光煮酒，隐约一曲箜篌。遁入夜黑，逆天行，追寻红光。